上的视频，我们通过了精通单位赞的测试，并且获得了集团的访问权限。这个视频我们就来看一下如何加入集团。第一次访问集团控制台，你会进入集团小主页面，并且会有一个提示框提示你要向对某个集团进行效忠，必须去中继站面见这个集团的首领。按照集团在效忠页面的排列顺序，我们将六个集团分为左仨和右仨两个部分。选择提升集团等级时，请选择加入左边三个或者是右边三个集团，无乱加入的话可能会导致某个集团的等级无法提升的问题。点击你想要加入的集团并且选择是，会将你传送到中继站集团所在的地方，和集团首领对话，可以查看该集团所可以提供的奖励。集团奖励包括集团诺的集团武器、装饰品、集团专属表情，还有集团的专属配件。六个集团就分布在中继站的这一条走廊之上。为了防止每次的效忠集团都需要来中继站面见首领，大家可以将所有集团的首领这一次全部面见一下。在集团的选择上，阿瑞亚选择左三集团。至于原因吗，阿瑞亚会在后面慢慢跟大家解释。拜访完所有的集团首领以后，回到飞船，帕雷直接选择了效忠均衡主宰者。选择这个集团是因为他有堕落枪兵妹，而且等级升到一级时就可以使用声望进行购买。这个魅影在以后开九重天吸引力的时候很有帮助。至于为什么选择中枢苏达和钢铁文件两个集团，阿瑞亚后面的视频会慢慢给出解释。